给你个镜头刘小福，太多人说没有看到你。Hello， 大家好，最近在找工作。你们好黑哦。那这个地方完全黑，到时候 P 下就好了。给你们一个镜头了，尤其是小肥，小肥，大家跟我 BB 说，很久没有人看到你了。给你们。然后现在在等他爸妈把车开上来，东西就先都放在地上，然后过去又大概是一个小时吧，希望快点到。我刚刚又晕车了，然后吃完饭之后又要继续上车，希望我等一下不要晕车，不然我会非常难受。我现在到弟弟家的小区了，然后他们家在煮晚餐。晚餐吃完之后呢，我大概就跟他们家一起打牌。然后这里风景很好，重庆也不热了，这里大概只有20度，晚上应该就只有十几度了。然后我大概在这里待个两三天，然后因为今天上来的太晚，就没有办法去那个景点玩，挺可惜的，就明后天再去吧。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猴子，但是呢，我不敢带我的相机去，因为他们家说猴子太凶了，可能会把它弄坏。害我听到就是赶快把我的相机放回去，所以今天就是只有用手机拍摄的一天。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choices I have made and doubt the life I've chosen for myself. I wonder how it would pan out if I stuck to the status quo and stayed in England. Never know, but when I see my friends, I see them with this golden glow. It seems they can touch the rainbow. I guess I'll never know. 小猴子好可爱啊！那他想着屌了一个弯儿，我们证实，就是不带相机来是对的。这里的猴子超凶但可爱，是不是？好大牌哦，很大牌哦，宝贝，很大牌。猴子很可爱，我们下辈子当个猴子吧。有的吃，有的睡。啊，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了，虽然我也不知道下一个景点是什么。感谢他爸，我们来这里就是好像走了 VVIP 通道，就真的很棒，而且这里风景真的是超级漂亮的。我们逛完了，我们刚逛的这个是那个望乡台瀑布，就是这里很漂亮。然后我们现在要来买凉面吃，你要辣椒吗？要。我跟大家说，大家在这里看到什么台湾烤香肠，基本上它都不是台湾的。我们下一站去哪？去什么丛林飞跃了？太小声了。觉得它是丛林飞跃。
去爬山，去爬山，说到那些普通话，去一个要去爬山的地方。这两天你是不是讲宗教讲得很开心啊？嗯、就是找到了归属。嗯，好，我们现在吃个凉面，我们就会爬山了。You're the only one that saves me when I'm alone. You're the only love that I've ever known. But we turn into a flower that never grows. I was hiding like the moon, like that never shows. I should have told you that I loved you. 哎，我等你走完了，来一个僵尸都在说。哇，不能叫三个人，快点。啊？不能叫三个人。对呀、啊。哦。谢福安。冲！好的，我们现在正在很高很高的平台上，然后下面真的很陡，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在录视频的手真的超级陡，因为我们现在是最难的难度。宝贝 ，Go！ 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终于有独处的时间了。就让弟弟来滑，风景超好。把脚放到你的背上，这样我就不会被打湿。放吧。然后我们今天水的。然后我们今天玩到几点都可以，我们就是慢慢的在这里划船，然后遛船散步这样子。你为了保护你2000块的鞋，然后让我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要来钓鱼，我们大概要钓到中午吧。然后这是我可能上大学以来第一次钓鱼。然后昨天大家有看视频吗？我们就是玩那个丛林穿越，就是一直在那里爬。然后我昨天就是11点就睡觉了，早上起来我的微信就是爆炸，99加。然后我今天一睡就睡了12个小时。然后我们现在就跟他爸他们家，然后还有这边的领导去钓鱼。真的这样子吗？我不晓得。然后我们现在就在等船出发吧。嗯，希望我们可以今天来比赛，看谁钓的比较多。比啥子比？因为你原生里面还会钓，你来的就会了吗？不管，我们今天可以比赛，看谁钓鱼钓的比较多，就包个红包嘛。200。200，冲啊 ！OK。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慢慢走去钓鱼，我们已经走了大概20分钟了，但还没有到。这里真的很漂亮。它就是这样子一整条，然后延伸到后面。好，而且最棒的是这里基本上就没有人，就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人，就剩下一些少数那种零星住户这样。四面山真的是个避暑胜地，因为重庆现在大概3334吧，但上面都大概只有2627，很多人都跑上来避暑，所以很凉。看我现在还甚至穿的是那个薄长袖，非常的 nice。谢福安，快快点哈。我们在休息了，我们今天也没有钓鱼，我们就在这里散散步。嗯，我们现在吃饭，主要是肚子好饿。下一个啦！
可以吃的，这个很好吃。啊，好可爱哦！你要吗？吃一口，吃一口，你吃一口嘛。因为它的那个藤上有刺，所以刺拍。耶、yeah. 再一个都被太阳晒热了好啊我在两种的看嘛没人认得呀我都不能点出来买肉味结果那个安排的司机忘了呀送我们早知道我们自己开车早就走了真的哈刚跟他们家亲戚吃完饭然后人还是挺热情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酒店住他家然后这期的 vlog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吧今天太累了今天就是从四面山上下来然后又来吃了个饭喝了点酒他脸超红了弟弟是不能喝酒的好啦这期的 vlog 到这里拜拜哎呦I should've told you that I loved you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 One more time